猪猪侠你在我面前晃来晃去干什么呀？但我给你看，我的自助丝发不出来了。哎呀，好伤心啊，好伤心啊！猪猪侠，你不要伤心，你还有更多的武器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你看我这个武器好不好？我不用自助丝也可以飞起来啊！猪猪侠，你这个武器真好呀，能不能给我用一下？你用一下，你想得美，我人肉都不给你！猪猪侠，你这个人也太坏了吧！你气死我了！这个人刚才想要我的武器，待会儿你帮我抓住他，我现在就给他一巴掌。猪猪侠，你太坏了吧，不要抓着我乱撞呀。我就抓着你乱撞，怎么样？喂，猪猪侠，不要这样欺负他们好吗？你看他的脸都歪了。好了，这一次啊，我偷偷的看一看猪猪侠在干什么。这边有个机器人，他跟机器人在一起了吗？喂，猪猪侠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你怎么跟外星人在一起？这些外星人可是来地球搞破坏的。等会给我给你一种武器，你对付他呀。喂，猪猪侠，有没有搞错？你给我这么一个弹夹干什么呀？这个弹夹根本没有用。嘿，完了，这个外星人发现我了。你想跑？不要叫我绿巨人，其实我叫绿杰克。哎呀妈呀，涂鸦这个玩意儿真好玩呀。哎呦喂，这涂的是个什么玩意儿呀？吓死绿宝宝了。听说这个家伙最近很搞笑，都喷你一脸。真好玩。哎，快跑了，一会儿爸爸要来找我了。嘿，绿杰克，三天不打上房揭瓦，你小子快给我停下。爸爸今天非要打你。哎呀爸爸，你不要打我呀。我只是涂鸦嘛，又没有干坏事。你觉得你是在涂鸦吗？你这是在破坏环境呀。你把呆瓜菌涂到火车上，这样很难看的。再说了，清洁工阿姨打扫起卫生也是非常困难的嘛。哎呀爸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不要追我了呀。你长得这么凶，好吓人呀。你小子说什么呢？我长得凶，你看你这个鬼样子还戴个帽子，你这绿巨人的精气神都没有了。就你这样子还怎么当复仇者呀？哎呀爸爸，你不要这样说嘛。当复仇者是你的理想，又不是我的。我只想做一个乖宝宝。哎呀，你这个没出息的家伙还乖宝宝，怪你妹呀。赶紧给我起来，回家锻炼身体，保护地球。上一期海绵宝宝自舞怪物进行了跳远比赛，我们的彩虹好朋友不服气了，他们说他们比海绵宝宝怪物跳得更远更高更好看。今天就让他们来进行跳远比赛。我是呆瓜俊。我蓝色 A 才是永远的 A， 只有我们蓝色好朋友才配得上 A。 哎呦妈呀，怎么只跳这么一点点呀？彩虹朋友的 A 直接失败，你们这可是开局不利呀。那我们来看一下 B 怎么样呢。我比他强。你害不害臊呀？就比我强那么一点点。该我了。我比你们强哟。喂，我说彩虹好朋友字母怪物，你们是来挑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呀。并且你们彩虹朋友跟彩虹朋友吵架，这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哎呀没错，他们真的太笨了，还是看我的吧。哎呀，我也只跳了这么一点点。咦，还是看我意来跳吧。哎呀怎么回事呀，我也跳了这么一点点。好了，看来蓝色怪物呢真的只会吹牛。接下来是紫色怪物。哎呀，我说紫色 F 你也跳得不远呀。看我的，我红色好朋友才是彩虹字母怪物的救世主。怎么回事？我也只跳了这么一点点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呀？就不能认认真真的跳一下吗？我来了。哎呀我的乖乖，你们这些彩虹好朋友字母怪物，到现在为止你们的成绩都非常糟糕呀。看我的，我来啦！不成功变成人，我有志气，我很行。字母 I 你也只跳了这么一点点呀。接下来该这一个绿色的字母 G 怪物。喂，你能不能走快一点呀？其实跳了这么多的怪物，这一个 G 终于超过了第一名，看来他们还是有希望的。呆瓜哥，你刚才说其实什么呀？我说其实你们的能力呢非常强，只是你们跳得太高了。这是跳远比赛，你看你跳得非常高，只跳了这么一点点，是不是很可惜呀？原来是这样。呆瓜哥你说的没错，看我的，我要吸取教训。哎呀，我怎么还是没有跳远呀？嘿嘿，看我的，我来，我这一次往远里面跳。哎呀哎呀
哎呀，虽然没有得到第一，但是我有进步哟。没错，字母 M 已经知道该怎么做了，剩下的字母你们知道了吗？黄色字母 N 该你了哟。你可不能像前面的字母怪物一样跳得非常高，然后却只能跳一点点吧？不会的，看我跳再跳。哎，你说你不会，也只跳了这么一点点呀。我喜欢跳，我还喜欢得第一。哎呀，看来第一没有机会了。啊，看我屁的吧，我屁从来都不是空气。人才啊！哎，嘿嘿嘿！哎呦，这一个屁跳的还不错呀，我想超过他。看我的，我不仅要跳得高，我还要跳得远。嘿，我说屁，你不要挡我好不好？哎，你们在玩什么呀？该我了，我也要玩。哎，我来了啊！你们不要急呀，等我呀。是不是这样玩呀？是不是这样？哎呀，我说字母 R， 你在干什么？你都不知道吗？你咋这么完蛋呢？现在该字母 S 啊，字母 S 啊，你不会也不知道吧？哎，我知道。哎呀，我知道也没用啦。好了，现在该字母 T。 哦，这个字母 T 长得好奇怪，没有想到红色好朋友长成字母 T 是这么难看。你的成绩也特别差呀。接下来该字母 U， 这个字母 U 是绿色怪物，不过绿色怪物没有了长手长脚，它什么也不是啊。哎，谁说我什么都不是呀？我还得了第二。哟，哦，的确不错。那我们看一下字母 V， 字母 V 腾空而起。哇，果然不一样呀，字母 V 直接得了第一，他现在的成绩已经超过海绵宝宝字母怪物了。那接下来是字母 W。 哎，我们是双胞胎，人多力量大，什么困难都不怕。哎，我说字母 V 呀，你挡着我是几个意思啊？ W， 不要怕他，让我 X 来帮你复仇，只要我轻轻一用力就可以超过字母 A。 我来了，哈哈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接下来该字母 Y。 字母 Y 是一个紫色，哎，这是紫色还是蓝色好朋友呀？这么仔细看去，它有一点变异了。别在意这些细节，看我的成绩吧。哼，按你的成绩也只是第三名而已。啊，接下来就该最后一个彩虹字母怪物了。这一个字母怪物是黄色好朋友，我们看一下他的成绩。该我了，我来了，哈哈哈哈哈！你们为什么要挡我呀？好了，兄弟们，彩虹朋友字母怪物最后一名是红色 G， 第一名是黄色 V。 喜欢呆瓜哥的视频，那就给我一键三连，明天的视频更傻雕。你绝对想不到字母吃胖了以后会是这样的。我是呆瓜G，如果你不仔细看，完全看不出来这是 ABCDEFG。 所以说小伙伴们，你们一定要保持身材哟。让你穿起来后保持身材有什么用呀？每天吃汉堡，吃饱了才舒服。看到了吗？我虽然胖，但是我跳得远哟。哎，说的没错，我喜欢喝奶茶，所以我也长得胖，但是完全不影响我跳得远。哎呀，还没有 A 跳得远呀。哎呀，我的乖乖，我是看出来了，这些字母彩虹怪物可是真够任性的呀。他们不仅喜欢吃，而且还喜欢胖。你看这个 C， 喜欢吃薯条，完全都看不出来它是一个 C 了。还有这一个 D， 我说你都长成这样了还在吃热狗呀。我就喜欢吃嘛，你管得着吗？你礼貌吗？接下来是 E， 这个 E 也喜欢喝奶茶，不过他最少脑袋上还有一点像 E。 哎，成绩还不错，到目前为止是第三名。你这个 F 那就有点过分了，一次吃两个汉堡，你的腿都长这么胖了，你就不能减减肥吗？减什么肥呀？我们就是以胖为美。没错，你看我躺着还要吃热狗，我虽然长得这么胖，但是我也可以跳呀。有没有惊讶到呢？你没有想到我能跳这么远吧？我是真的服了他们了。这一个 H 这个 H 长得还挺可爱的，不过你一次喝两杯奶茶，看吧，直接跳到桥底下去了。这一个 I 也是一手可乐一手汉堡，明明是一个 I 都长成南瓜了，有没有呀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，反正我喜欢吃就好了。
这个是字母什么呀？完全看不出来了，而且他也躺在地上，脚上面也拿着一个热狗。喂，你们这些字母怪物就不能认真一点吗？毕竟这是跳远比赛呀。说好的只能跳一次，你都跳了多少次了？臭不要脸！好了，接下来是这一个黄色的啊，它到底是不是 K 呀？已经长得面目全非了。那这个薯条真好吃呀！别打扰我，我要多吃两根。嘿嘿，哎呀，吃了薯条劲儿真大，直接跳到第一了。别吹了，我喜欢吃披萨，我吃披萨跳得比你更远。嘿嘿嘿嘿，你看，要不是你挡着我，我就超过你了。好了，接下来该这一个字母 M， 哇啊，这一个字母 M 都长成一坨了，感觉像一个不倒翁呀。哎，他也跳起来了。喂喂，哇，这个成绩也不赖哟。好的，我们继续比赛，字母 N 该你了哟。哦，你说什么呀？打扰我吃汉堡，不就是跳远吗？我随便一跳就行了，吃东西才是最主要的。哎呀，好了，终于可以吃东西了。哎，这是字母 O 吗？哈哈，这个字母 O 都变形了呀，手里面也拿着披萨。不过，他的成绩也还行。接下来，喂。你这是字母什么呀？小伙伴们，你们能看出来它到底是什么字母吗？呆瓜哥是完全看不出来了呀，他还得了第一，这个有一点神奇啊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蜗牛吗？长得可真像蜗牛呀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字母 Q。 喂，你再不要喝这个奶茶了，越喝越胖。哎，万万没想到他还得了第二呢。那接下来这一个怪物又是什么字母呀？他吃的这又是什么？完全看不出来呀。喂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吃的是啥呀？啊，傻了吧，这都看不出来，这是冰激凌。哎，冰激凌是好吃的，我还是喜欢吃这一个披萨。哎，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字母 S 啊。我的乖乖，字母 S 都能长成这样，这可真的是奇葩他妈给奇葩开门，奇葩到家了。哎，这又是什么字母呀？怎么都成了一坨了，感觉像一只小青蛙。你们贪吃家族可真的太厉害了。哎呀，没想到你还得了第一。那接下来这一个绿色的应该是字母 U 了。不过字母 U 呀，你看你底下都长成这样了，还吃汉堡，这下好了吧，只跳了这么一点成绩。这是字母 V 哈，你这个字母 V 明明都成土了。哎，等一等，它这个形状有一点像。终于该我 W 了，W 可是三胞胎。我说 W 你怎么会是三胞胎呀？你明明就是一大块嘛。别听他胡说，他就是长得奇怪了一点，不过论长得好看还是我 X 呀。你 X 能有我帅吗？我可是胖子中最帅的。X 啊，你挡住我啦。好了，兄弟们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字母了，毫无疑问它就是 Z 了。不过这个 Z 也非常贪吃，左手一个可乐，右手一个热狗。喂，你在跳远的时候就不要吃了好不好？好了，兄弟们，今天的比赛就结束了，最后一名是 I， 第一名，我已经忘了它是什么字母了。